是朝这边，你是朝外面。Leo 在这，我是玲玲。然后今天我们毕业旅行，我们来到了那个绿世界。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导游在带我们逛园区，所以就是你们就慢慢看吧。看外面，看外面，喜欢人上了。我要拍恐龙，我要拍野生动物，我的脚，佩佩，我的鞋子进石头了。嗯，我的鞋子。每一家什么的鞋子？进去。啊！哎呦，这种，哎，这厉害的。十二。十二。你也算一种羊吧，你要打算再一点。你刚刚经过金刚石，我说为什么没有拿那个唱片盒出来，然后我就说里面装唱片，这样子的话鹦鹉就在那跳。好的。来上班。错乱，我已经连续好几天带团了。我帮你把手机丢出去。不厕所的话，我们先上去，现在没有人，我们先去要吗？好。很急吗？开机厕所吗？为什么你的手机会飞出去？男生那边过去。在那边在录 YouTube 吗？你坐在这里。我要录镜。耶！嗨耶！小鸡，我可以拍照，小鸡。每次没有拍到，这是直接录影。来啦，下一个。好啦好啦。运动相机，直接摆在那里。我这是也是用手机张，来，你先照机。手机正在启动，加油！鸭子，人在 GoPro 哎。鸭子嘞？刘瑞嘞？在这里吗？要拍他。国民号是谁？对呀。哦。也是韩国语法。你要慢慢记了，国民号嘛。吴承翰嘞？哎，你不可能这次单走，你永远都不可能。野生照机，来，吴承翰，吴承翰，哎，王振中，哎，有三颗电池。龟缸的啦，叫三电的。来啦，我们这样子，照机，你在打吗？你在打吗？香菜，上次问。高丽菜，那先告一段落。有动物在给你们看。用手机拍照不好吗？素材，这是素材，要上 YouTube， 要上 YouTube。这地图很小哎，但画质还不错。对啊，画质很好。然后现在我们要去一个未知的地方。他就问这个问题，什么鬼？他发生了什么？颜色的手表，直播主。那你被羊头攻击了吗？有人被拍到的话，你要那个。哎，三班跟着我走，听好了。哎，三班，这两天我会帮你们拍照。我一天照片，我三天加起来总共要拍300张照片，看到镜头不要躲。知道斜坡。哎，再走爬坡，先不要拍。哎，会喘。不会啊，我还可以跑。哎呀，你要死！这是什么？这是花瓶。对，还好吧。这是。哎。三班过来，靠拢，找我，集中。往前集中，开会。哎，看我。因为现在人很多，待会跟着我走，我们去没人的地方，待会再回来 ，OK 吗？疏散人群 ，Let's go。谁的羽毛啊？捡起来。先捡起来。真的吧？羽毛。来，如果没有人，就是三到金的。你要拍。Let's go。也不错啦。好。我的鱼直接来。手抬高，三班。这个 GoPro 多少钱啊？要问我爸。但应该是万。小台高。啊。快点，快！会动，会运动植物群。哦，台湾原生。来，上到这里，看一下，它很多都是兰花、乐花那些草生植物。哎，我们去前面看到仙人掌。好。那个需要20000吗？应该10000以上吧，而且门票就做10000多。接下来会看到的是仙人掌，很多的仙人掌，手不要多。好羡慕啊，可以带 GoPro， 特写镜头。哇！真照片给你们。好，因为前几天有下雨，有在看抖音的都知道高雄怎样，淹水了。
哎，那有烂泥巴尽量不要去踩，跨过它或绕过它。过踩就行。还是赖这些的工人。该换了。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，这里有各式各样的仙人掌。哇，好帅哦！谢谢谢谢谢谢。哎呦，我有记忆了，那是我的秘诀。好，我忘记了，拜拜，你看我。我不是学校老师，不要再叫我老师了。我有名有姓。我叫小杰。杰哥，不要乱叫。拜拜。还有，我形象正常，我没有去教育部拍过片，不要乱叫了。阿杰，来来 ，Let's go， 我们往前走。还可以看一下这边很多的仙人掌，好，你看那种是巨型的仙人掌。我们要很早就有一部，对不对？那接下来的时候呢，我们要去看象鱼，哎，目前淡水最大的鱼类。哦，淡水，淡水不是在新北吗？我知道，不是咸水，我知道。我也知道什么是象鱼。我刚幽默。好的，我马上看。过一下。闲聊，我们在讲。你要先看这里呀。啊，那是闲聊。我实时监控我，这边怎么不是鲤鱼哦？你看这些游戏啊，在哪？我看看手机。哎，GoPro 不是防水插进去啊？各位来宾，欢迎光临亚马逊雨林区。不要。在这里可以观赏到许多五花八门的奇特动物。哇，这是食人鱼肉带还是什么？这不是食人鱼吧？我记得这是紫鲤科的。哇，那我有吃。熊啊，前天还摔到，好惨的。前天还摔到是不是？那我没有追捕蛇鱼，怎么会咬到？对啊，我前天还摔到。我不知道。蛇鱼大重击。这里，2.5公尺。我直接用。这里。吓我一跳，这么多只，2只。还来那个。三班。我们慢慢往前走喽。这个大小是不是太快？口哨，认得吗？它也可以说是一种漂亮的口哨。另一种有着流线型身材的长吻鳄鱼火箭，也因为它是特别性长吻的口，使得它迅速游起来，换得就像电一样的穿梭于水中。它的嘴巴又扁又长，但防护着周围的岸。这是水中鱼。好，就在这走。下面呢？鸡好吵。你在这里是孔雀啊？虽然它没有拍屏，但是可以跟它拍照好吗？好多兔子，到处都是兔子，还有它。好多动物。我是蓝色。好可爱。小心啊！保护花进来，保护自我。对。哈哈。鸡好吵。走了。差点掉下去，稳赚不亏，哎呀，真帅。